台湾艺人小 S 发现代表台湾出征东京奥运的体操国手洪元熙竟然与女儿徐老三样貌相似，并搞笑认干儿子后，就陆续在 IG 转发讯息为台湾选手加油，还要邀请国手到家中吃饭，陆续又分享了林洋佩击败中国男双在冬奥羽球男双摘金，戴子颖对战中国的陈雨菲虽败犹荣的讯息。想不到 IG 的发文竟然惨遭中国小粉红出征，有上万网友涌入小 S 的微博，一度还成为中国微博热搜榜首，消息也在 PTT 引起热议。台湾网友傻眼回应，到底多玻璃，扯都拿到了金牌还想怎样，话说翻墙过去看 IG 是要被罚钱的吧，台湾人支持台湾选手也不行哦。小 S 傍晚也回应媒体说，先让我静一静好吗，并附上一个无奈的贴图符号。